生日派对是讲述一个魔术师在生日派对的表演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故事还有状况，像是发糖果、许愿、吹蜡烛、切蛋糕、玩游戏等等的。这过程当中会需要很多观众的帮忙，透过这些协助呢，来完成很多魔幻的效果。生日派对对我的印象，小时候来说是一个很梦幻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办过，但长大之后却在很多不同的小朋友生日派对上表演。对我来说，由一个魔术师的身份来看这些小朋友在生日派对上所遇到的事情、发生的故事，并且用一个很魔幻、用一个魔术的方式去讲述它，是很有趣又迷人的。而这一次呢，是用之前没有尝试过的线上即时互动的演出，透过了荧幕，但魔幻效果依然不会减少。所以我诚心欢迎大家来一起参加我的派对。